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中国俗话常说啊，腹有心造。事情，无论是古人、今人，无论是中国、外国，一切众生没有不希求福报的。福从哪里来呢？福是心造的，如果不从心地上求，是决定得不到福报的。这个道理，不但是儒家、佛家讲的很多。古今中外的圣哲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都教导大众，而现在这个世界，祈求福报的人多。我们所看到的，往往是不择手段。掠夺别人的所有，这真是所谓是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。其实他不晓得这里面真正的道理。掠夺别人的财富，归为己有，实在还是自己命里面注定的。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强求到的还是命里所有的，命里没有，强求也求不到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这君子乐得做君子，这小人冤枉做小人。君子明白这个道理。小人不懂这个道理，道理透彻了，才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这个时候人心就定了，定了就生智慧，定了就得自在，定了就得安乐。佛法里面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说得很透彻，诸位要记住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一切为众生，连我们的生活都为众生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吃饭？吃饭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何以说为众生呢？吃饭要养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替众生服务的。那么吃饭岂不是为众生吗？为众生的就是佛菩萨。
啊，就是圣贤人的，为自己的是凡夫，这个道理总要参透啊。我们身有这个身体在世间，虽然不长啊，短短的住上几十年，一定要利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造福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为续佛慧命，为正法常住，这个就是存菩萨心行菩萨道了。虽然他没有受过菩萨戒，甚至于也没有受过三皈依，但是他真的是菩萨。他要听到有人说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，他一心想去，他决定得生净土。没有受戒，没有皈依，也能生净土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皈依受戒是形式，他虽然没有这个形式，他有实质，实质超过形式啊。形式并不重要啊，佛教导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明白过来，有没有能体会佛的意思啊？一个人存菩萨心，行菩萨道，必然得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帮助啊！诸佛之所以护念，龙天之所以帮助，是帮助众生，因为你帮助众生，你跟诸佛菩萨跟龙天善神志同道合，你所想你所做的正是诸佛所想诸佛所做，天龙善神所想天龙善神所做，他怎么会不帮助你？我们今天听到有人要做一桩好事情，这个事情呢正是我想做的，我跟他不认识，听到了我们就看看他是不是真做，他真做了我们立刻自动就帮忙了，哪里要人讲话呢？哪里需要人介绍呢？需要人来劝请呢？不需要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做的正是我要做的。我很欢喜，很乐意帮助他，他替我做了。我们要发心啊，替佛菩萨普度众生啊。做佛菩萨的事业，这个人不就是佛菩萨了吗？我们今天心发了，没做好，做得不够，差得太远了，这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
这我们佛法名词叫业障啊，业障太重了啊。佛菩萨慈悲帮助我们有很好的修学环境，有很好的工作环境，这个机缘真正是千载难逢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往往我们疏忽了，没重视它，正是所谓当面错过，你是多可惜了。要知道好的机缘很不容易遇到，遇到的时间往往都是很短促，所以有智慧的人遇到之后赶紧抓住，决定不放松啊，利用这个机会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。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你仔细去观察，都是把机会抓住了。你再看看凡是失败的人，机会在他面前错过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认识良机是智慧，是学问，把握良机是真正的福报啊！那个人真有福啊。我们生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整个地球每一个地区都动乱不安了，这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世尊在经上讲无著卧师，在半个世纪以前，我们对于无著卧师很难体会，可是现在讲到无著卧师，立刻就能意识到确实是无著卧师，而且著卧到了极处啊。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还能遇到佛法，还能得到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，这个不容易啊！这是无量劫修来的福报啊！世间多少真正想修行的人没有这个缘分，找不到修学的环境，那我们跟他相比，我们有学修学的环境不肯用功，人家真正用功没有修学环境，真用功没有修学环境，远不足。有修学环境不肯用功，是善根福德不够。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善根福德因缘
因缘有了，善根福德不够啊。可是修修要成就，必须三个条件同时具足，缺一个都不行。啊，没有善根，你信解力量薄弱；没有福德，你就不肯真干。啊，诸位要记住，真干的人有福了。啊，不肯真干的人，福德不够啊。信愿的力量不强，善根不足啊。纵然遇到因缘，这一生还是空空。往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炳南老居士大善知识啊，亲近他的人几十万人呢。有几个能成就的呢？李老师常说，一万个人当中真正能成就二三人而已啊，也算不错了。有几十万人跟他学，所以成就啊也有大概总有一两百人。这都是事实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。啊，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而且一定要认清楚，这一生不能成就的话，李老师常说你不免长劫轮回呀！啊，下一次再想遇到这个机会，不是来生的，不是后世啊，恐怕要多劫多生之后才会遇到一次。啊，所以那些大声闻。大菩萨对于机缘非常珍惜，他知道这个是很难遇得到的。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多见，看到这些佛菩萨对于这些机会这样的重视，说老实话，我们也会当面错过，也没有在意，以为这些机会常在。今天头一天难不要没有关系，还有明天。今年放逸一下也没有关系，还有明年。这个思想就错了，这个就是自己的业障现前，不仅是业障，魔障现前啊！我们晓得明天还有这个机会吗？明年还有这个机会吗？靠不住啊。民国初年，欧阳靖武办支那内学院，那是个佛学院，也是打算长期办下去啊。
啊，两年就停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军阀割据，战争频繁，逼迫着不能不解散，不能不停办。现在这个世界动乱不安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有人说这是世界最后的战争了。怎么说最后的战争？这个战争爆发，人都死光了吗？但是最后战争了，再没有了。毁灭世界的战争，可不可能？你到街头上去问，每一个人都点头说，有可能啊。这个战争什么时候爆发呢？说不定就是明天，说不定就是明年了。你还有多少好日子过啊？你还不肯把握机会呀？世尊在经论里常常提示我们，生死四大，人命无常，国土为脆也。佛讲的都是真实话了。这些言语，那是高度的智慧，高度的警觉。今天世界上真的明文利养，就分秒必争。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，分秒必争。争什么呢？成就道业。利益众生，众生有灾难，众生得不到真实利益，是我们自己没有修好啊。责任在哪里？一定要归咎自己。自己愚昧无知，不懂事，不能依教奉行，不肯真干。那么将来前途可悲。前途的三恶道啊，不是三善道啊。你想想看多可怕。这个世纪末，许多人都说会有大灾难。古今中外有许多这些预言家都这么推测，都说在这个时候。当然我们希望他的推测不准确。如果这些推测是正确的话，灾难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在眼前，我们这一点时光啊，这一点机缘要不能把握住，空过了，你想那是多么可惜。不但是在一生当中啊，最可惜的一桩事情，可以说是无量劫来最可惜的事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可惜了。
啊，希望我们同学们有这个认知，有这个警觉。啊，今天一天大好机缘，绝不能让它空过。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。啊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时间短也能成就。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。啊，立根的人一天能成就，顿根的人七天也能成就。我们要有这种精神，这种毅力来干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跟诸位说到此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